情打包，关上文间接走上新潮流。上个月我好像飞到上海吧，要采访一个831的演唱会，然后我就一开，开不了，整个电池没带，放在台湾。哇！当下我就把那个相机整个收起来，假装我没带相机，然后就用手机拍，然后硬播，然后播完之后，至今没有观众发现是用手机拍的。这样像素很够啦，对，够了。手机接下来会到4K， 以后下次你看到我们摄影师，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